大家好，这里是我们汽车镶片系列白雪公主和珍珠女孩的绣布缝制视频。我们这两款产品呢制作方法大致相同，这里呢会用这一款来给大家演示制作方法。我们的这一款呢就参考这一款来进行缝制就可以了，只是颜色线会有所不同，制作工艺呢大致相同。首先我们先要取出我们的绣布以及我们的背面的布织布，我们这里需要将我们的绣布放在布织布的上方，这里呢我们只需要将图案部分放置在我们的布织布中间位置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需要取出我们的绣绷，我们转动上方螺丝将绣绷拧松，取出里面的圆环部分，我们将圆环放置在布料的下方，将我们要绣制的图案放置在绣绷的中间，接着取出外圈的绣绷进行固定。我们的布织布比较硬，我们的绣绷可以给它拧得大一点，这样我们固定的时候会比较好固定一些。固定好之后呢，我们转动上方螺丝将绣绷拧紧，一边拧紧我们一边调整布料。我们这里要注意，我们不要绷得太松，太松呢我们的图案会变形，然后我们的绣绷也会绷不住，也不要绷得太紧，我们绷制到合适的程度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大家取出我们手中的色卡，我们根据线卡上的数字以及我们的说明书来确定自己需要使用的颜色。这里呢线卡我是随机取的，我们大家这里要参考自己手中收到的线卡颜色，对照着说明书我们来确定哪一个部位用哪一个颜色的线。下面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取线。我们从线卡上将线圈取下，我们这里每一根线都是由六股组成，使用的时候我们需要拆出其中的一根来使用。我们找到一根的线头位置，用我们的左手轻轻地捏住线头位置，右手将线抽出，这样呢我们的线就分离出来了。我们将剩下的线放好，可以继续放到我们的线板上，以防丢失。我们将取出来的线穿到我们的针孔上，将开头和结尾的位置重合。我们在这里需要在结尾位置进行打结，这里打结的方法不固定，我们这里用手捏住线头的位置，将线在手指上缠绕一圈，接着用我们的右手捏住线圈的重合位置，接着再将线头位置从线圈中穿过来，从背面抛过来，将线圈拉紧。这样呢我们的一个结就打好了，如果大家感觉不牢固，我们还可以再打一个结。这里呢打结位置我们要将它和第一个结打到一起，多余的线头呢我们这里可以剪掉。打好结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正常进行缝制。首先我们先取出一号线，我们这里要用一号线来缝制下方这里的图案部分，我们的背景图案部分，两边背景图案部分制作方法相同。
这里呢，我们一根线快缝完之后，我们要在边缘收针打结。我们需要反转我们的绣布，用针条起小部分的绣线将针穿过，接着再将我们的针从后方线圈里再次的穿过，收紧后方线圈。这样呢，就相当于我们在结尾的位置打了一个结。我们这里边面打结的方法不固定，我们只需要能在边面将线固定住就可以了。固定完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直接将针穿过我们已经缝制好的线圈当中，然后将线抽出，用剪刀剪断。接下来我们另外取线继续缝制。接下来呢，我们要取出我们的绿色线。我们的白雪公主这一款使用的是5号绿色，我们的珍珠女孩我们用的是7号绿色。我们这里呢来缝制背景的图案部分，背景我们绿色的图案部分，制作方法和下方的制作方法相同，同样竖墙排线，两股线单面绣来缝制。
我们的珍珠女孩，我们取出五号粉色线来缝制腮红。我们的白雪公主，我们取出三号粉色线来缝制腮红。这里呢，腮红我们大家横向的来进行缝制也是可以的，竖向缝制也是可以的，两种方法均可以来进行我们腮红的制作。下面呢，来给大家演示。珠女孩款，我们要取出四号的粉色线，我们要来缝制上方这里的图案部分。我们的白雪公主这一款，接下来呢，我们要取出八号的红色线，我们要来缝制苹果以及上方发带的图案部分。这里呢，均是竖向的来排线缝制，就不给大家重复演示了。制作方法和我们侧边这里的制作方法相同。这里呢，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珍珠女孩奶茶这里的图案部分，我们要倾斜的来进行缝制。
接下来呢，我们取出白色线，我们要用白色两股缎面绣白雪公主我们缝制胳膊的图案部分，大家这里呢可以参考一下视频中的画面，参考我们线的摆放方向。我们的珍珠女孩这一款呢，奶茶这里我们要竖向排线，领子这里斜向排线。下面呢来给大家做演示，我们白雪公主呢只需要斜向两个胳膊朝着斜向来排线，方法是一样的，都是两股线缎面绣来制作。我们珍珠女孩这一款呢，还需要固定我们的半圆的珍珠。我们取出半圆的珍珠，我们从一端向上出针，接着呢将针穿过我们的珍珠，固定在上边。
另一边呢，我们也是同样的方法来进行固定。这样呢，我们的珍珠就固定好了。固定好珍珠之后，我们再并面收针打结。接下来呢，我们珍珠女孩款我们取出咖色线，我们这里能取的是三号咖色，我们要来缝制眼睛、鼻子以及嘴巴的图案部分。我们的白雪公主这一款呢，大家需要取出我们的四号红色线来缝制眼睛以及嘴巴的图案部分。眼睛这里呢，我们均是竖向的排线，制作方法相同。